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念第一首啊。
如果有人来看我表演，应该知道，我贸易好像每次都换不一样的人，对啊，是不是我花心了？见异思迁，花心没有，是他们不理我了，对啊，他们很忙啊，就是因为我也想表演，然后我那个 partner 可能就是像阿平，你们认识吗？或是小叶，他去，对，他去当兵，然后还有一个，啊，就没有这两个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来高雄，也是我第一次来高雄，我很期待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高雄，然后来进行那种 A C G 类似的表演，然后我就很紧张，说万一没有人怎么办？因为我是台北人，我下来，然后高雄，然后我一来高雄，第一件就是，哇，好热！那时候我穿着大衣，然后里面又有一个什么东西，那因为那台北很冷，然后我一来高雄，哇，好热！然后再来就是好饿，然后再来是忍不住怎么办？然后再来是我要紧张，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，我就坐在桌子上这样，你有没有玩过那个右手转圈，左手直的那个鱼？那我就一个人讲。然后他就说：“毛弟，毛弟，你看我不是毛弟，你们喝个水，要不要喝水？”我说：“好，我会。啊”好，换你喝水，换口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点点，然后我是，谢谢。这也是我第一次下来高雄场表演，因为平常是跑北部场，在做随地演出的，或者是跑那种比较小的场次，在那边跳表演，所以算是知名度非常非常低的那种。什么知名度非常低？知名度低，努力是有回报的，好不好？对，就像现在可以跟大咖开始这样表演。我不是大咖，我只是因为喜欢他，很欣赏他，所以才要起来。不要这样，你真的鞋子比我大咖，好不好？你现在是哦，对我这鞋子比较大。我是大咖，我那时候跟他聊的时候，我是鸟咖，你比我小，我是女人脚哎，然后就我才是女娇咖，就他24号，我25号，我就真的假的，大咖，啊，我真的是大咖，啊，现在怎样？现在是换我喝水，换我喝水，啊，那老帅那么多，可是我们第一次很帅嘛，然后接下来，哇，谢谢，我高雄人好热情，我好紧张，我觉得我很喜欢这里。那就是等一下我们两，好，不要说几首，等一下我们可能都是比较偏可爱的，就是第一首就很帅这样。那不要太失望，已经帅完了。说可爱，我应该也是还 OK 啊，就是可能会让人家觉得说，可是还是好像还是可以吃得下去。帅到渣都长出来了，就是说，这个怎么可以跳那么可爱？可是我已经。好像要出门，好像还是可以吃这样。所以说，你们等一下，如果真的要，就可以先暂停一下，没关系，我不会在意，我会把它跳完的。OK， 啊，我们大家继续下一首。
车啦。人家都报了这么热烈的掌声，不谢谢我，对不起，啊，对不对？汗水都洒满地了，你看，人家也是啊，对不对？不要说我喘气不能讲话，好不好 ？OK。好，现在各位看不见，但是这个地板上哈，有先前表演者洒出的汗水，还有我宅出油的那个一地。现在在宅什么？那你现在是？不要！大众观，大众面前不要。油水分离，踩下去会有不吱一声。我也觉得跟第一首玩那个风格好像差很多。那可能有从以前就在看我表演的讲说，猫弟原来也会跳这种歌。他们应该是一开始的反应是这样的，然后第一首下来的时候就，然后猫弟怎么可以这样子做跳这种歌？这时候你们刚刚应该没有看到一半离场吧？就是看不下去。我前面爱豆鲁都那么可爱，现在一个男生来装可爱，我看不下去，我晕了。还是说有人晕倒？旁边没有人晕倒吧？看他跳第一首都要喊耶太卡，然后刚刚第二首的时候那边有一个很大声，举起你的手，就是你，哇塞，超棒的！我刚刚听到，然后跳一跳有什么声音？我喜欢你的 T 恤，真的，我喜欢。所以你有吗？你没有在那边干嘛哎、欸？我只有那个不要工作那一件，好不好？对、yeah.。好样的！好样的！我也没有。对，哎，你没有没关系，我有就好。对不起，我是谁？大家都是想要工作的，对不对？平常来跑跑场来玩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看到那个圆润的屁股，哦，看到那位笑了，笑了，圆润呢，对不对？被人家说少女的浪漫嘛，白衬衫，然后被汗水浸湿，微微贴在皮肤上。然后那个透出来的肌肤色有没有像汗淋？那现在现场的少女是讲她讲是真的吗？假的，是真的的话就哦一声哦。那位，我看到你了，你笑得很明显哦，我还没听到哦什么？是真的吗？哦吗？哦，他笑得很明显，有没有？那是所以是真的咯，就是什么白衬衫，然后汗水透出来的女孩月落雨，而且是个少女的浪漫。对啊，就是那个。你现在在说我？不然呢？你看我是穿衬衫的吗？对不对？没有，我现在哎，可是我觉得我现在穿很帅啊。对，是蛮帅的，对不对？帅是吊渣。你看，我穿上了。帅吧？对不对？都鼓掌了，大家都同意嘛。我吊装，我跟你讲，吊装啊，吊装啊，七月再出来就好。七。好，那不啰嗦，我们再最后一首了。我们的最后一首歌也是让人掉眼睛的那种。对，就是 Angel。可能就觉得第一首哇好帅，然后就第二首就是掉眼睛，然后第三首我要哭了，我要出去，钱退回来，这样子。Thank you.
下手，让我看见你。猫弟就是他了，就是真爱。那位可爱的男同学，我支持同性。你问过我的意见吗？不要紧。我问过我的意见，反正不会生小孩。不是。没有了。我是直的，可是。也超歪的，我是这种直的，是几号？举起来就是会端那种，就是我忘不了就想。好，我知道你心里面只有小一，我再直也会被他摆过去。我说的是真的。是跟他，他回对了，他回对了。是啊，是跟他很熟啊。对啊，很熟啊，我们一起睡过一个房间呢。哦。对，好，还有加另外一个男生呢，三人行哎，好，我们没有啦，三人房啦，我不想知道，没关系，我现在说出来了，你知道 ，I don't care， I care， 你在意，所以你讲出来，这我 I don't care 啊，你讲给我听，没关系啊，大家对八卦很有兴趣啊，我讲一讲，没大家，但是你现在讲你的八卦，可是大家好像就没关系，大家想要知道是你跟小叶的八卦，所以我现在开始讲小叶的事情，那只是因为我跟小叶睡过一间房而已。没有，你不要嫉妒。你现在讲跟我完全没关系。你可以说我喜欢吃什么甜食，像巧克力，还有那个草莓，然后还有那个比起草莓，他比较喜欢被种草莓。整个不是草莓，看你现在种什么东西。表演前种草莓，现在怎样？不是我种的，就是我刚看到的。好，我觉得我们时间差不多，可是我这个叫红色，要差不多要先走，所以时间到，他刚刚那个好，那下一位表演，他刚刚可以 Q 我，我刚等等，那视线我看到，所以我可能好来，谢谢大家。